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0，28936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 Good morning， 欢迎收看收听我爱纽斯莱，我是 Andrew 安德鲁。各位早上好，我是豆蓉。咱们做广播的，最怕一大早呢，就是说我们叫做舌头打结。对，就是那个话捋不清是吧？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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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说话说的好像含糊不清，含糊不清似的啊。好，没关系。星期五的早晨，一个非常美丽的早晨，外面看起来相当的不错，相当的美。虽然是属于一个寒冬的早晨，是，就是冷是冷了点，但是天气状况还不错，蛮干燥，很舒服的啊。有没有感觉这个礼拜过得特别的快？我每个礼拜都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想不通这个道理，为什么每天一成不变还这么快？哎，你活得挺急的，着急了点儿。着急了一点点啊。其实每一天都一样，24小时，不会少一个小时，少一分钟的啊。不过呢，当然，如果是在忙碌当中，就很自然的会感觉呢，时间呢过得飞快。所以说，在纽西兰生活不要太忙。你知道昨天吗，豆蓉，挺逗的啊。昨天呢，我下了节目，一般来我就会听 News Talk Zabby 啊，听那些主流媒体啊，听那些我们的这个主流社区啊，民众们呢对讨论什么，讨论一些什么呢，反馈一些什么呢？你知道昨天呢在说什么吗？因为昨天在稍后时间我们就听到了，就是总理 Jacinda Ardern 要内阁改组嘛。那大家真正关心的还不是 Kiwi Vote的事情，而是关心交通，就认为呢，咱们的这个交通部长啊 ，Phil Twyford 不给力啊。Kiwi Bill 呢，因为 Kiwi Bill 毕竟呢，只不过是对一小部分人可能会比较影响，可是对很大多数的这些居民们呢，他们更加关注的就是，尤其是奥克兰的这个交通，是哇，那是吐槽的不行了啊。但是现在交通方面的似乎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没有什么变化。Phil Twyford 还是早有这个交通部。可是是说到了，你看看他们都在吐槽啊。其实我们过去都时不时会听到我们一些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哎，怎么你们老是在节目里面说纽西兰不好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你干嘛了还留在这里？如果你听听主流社会啊这些民众们对目前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吐槽，我们根本上就是小菜啊，小儿科。他们说到的这一个这个比方讲说啊，这个道路的这个建造，在从这个 Manukau 到 Papakura 的这个路段，起了好几年了。他们说已经是忍无可忍，而且呢，不知道为什么常常都看到呢，就是五个人站在那边看着一个人在那边工作。啊，他们也知道这样是很奇怪吗？其实呢，都一样的。我们感觉到的，他们感觉呢可能会更深。而且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道路工程一到星期六星期天都不开工了。他说如果好多的纽西兰的人呢，他们都到其他的国家去有一些是居住过的，有些是去游玩过的，他们看到他们那些尤其是公共工程啊，日以继夜的在新建嘛， 对不对，白天也建，晚上也建，尤其是晚上呢，特别是努力，那么到了星期六星期天都加班加点在那边拼命的建，可是他们呢一到星期六星期天都不行了啊，一听到不行了，那么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说真的是礼拜六礼拜天呢甚少，因为我们也要享受生活啊，基建的工人也是一样的。不是，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的啊。在这边跟大家在说新闻之前呢，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所听到的，有业界人士呢打电话上来，也是吐槽，他们说他们也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在纽西兰有一个资源管理法 ，resource consent。对啊，他们在申请呢这些道路工程，这些基建公司啊，他们在向这个比方讲说奥克兰市议会啊申请这个 resource consent 的时候呢，在这个 resource consent 当中呢，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要保障呢这些工人的休息时间。啊，要确保呢他们得到足够的休息，所以说呢星期六星期天呢不开工啊，而且呢有时候他们说呢挺怪的，原来呢比方讲说一些基建工程，如果有一位居民投诉的话，有可能这个工程就会暂缓啊，暂时，所以说非常非常重视呢民众们的投诉啊，如果你去投诉
而且你有理据，当然不是说 无理取闹，比方说哎真的这个工程呢影响到我的生活造成的噪音啊，或者怎么样空气污染怎么样的话呢，有可能呢这工程不是被停止，而是被暂缓重新检讨。所以说呢，为什么纽西兰呢这个进度方面呢工期特别长，真的是特别的 长特别的慢、嗯、那么接着下来就有民众问到，哎，那么这个拖慢的工程，那么是由谁来承担这些额外的这些开支呢？谁来承担这些额外的成本呢？你说呢？啊，分担到大家头上了。对对啊，所以说有时候听听主流媒体，听听群众们的这些意见呢、啊，再跟我们咱们华人啊的一些反馈比较起来呢，都很一样，都非常一样啊。所以说不单单只是我爱纽西兰这个节目当中吐槽啊，其实呢很多也爱纽西兰的老百姓们呢都是同样的吐槽。有点我们说我爱纽西兰，就是爱之深则之切，所以我们能看到问题啊。是的啊，那么你爱这个，你当然吐槽并不表示不爱嘛，对不对？好像你老爸整天在骂儿子，可是并不表示说这个不爱这个儿子一样的道理嘛、嗯、对不对？好，这个比喻为什么我们会拖得那么长呢？说的这些呢，突然之间就是说了，哎，我们这个希望能够这个生活的步伐比较快一点点、嗯、啊，比较繁忙一点点，让这个时间过得飞快。其实在纽西兰真的是不要太纠结、嗯、是啊，享受放慢哈，放慢来生活啊，要不然你来纽西兰你就基本上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一点啊，你不能够跟你的原居地去做任何的比较，没得比的啊，这完全是没得比的。好，那么在今天的我爱纽西兰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新闻呢？星期五了啊，6月28号，下周一呢就是7月1号了，很快呢上半年即将要过去。在纽西兰方面呢，我们看到呢总理公布内阁调整，表示住房部门的工作量太大了，那么未来呢将会一共有5名部长来共同分担住房方面的事宜。是在这个宣布结束之后呢，我们的原住房部长 Phil Twyford 呢，他也发表了声明，流露出来他对 KV Build 不达标的无奈。预算案泄露调查报告出炉，那么指这个财务部的秘书长呢在处理危机方式呢是笨拙的。还有即将卸任的 Spark 的 CEO 呢，希望政府能够重新去考虑华为来发展 5G。 消费者调查报告发现，大部分的民众们对保险公司信任程度低。是基督城的恐袭事件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了啊。那么我们所说新西兰的这个Victim Support， 就是受害者的救助组织呢，宣布余下的捐款的分配的计划，相信100%的捐款都会交给315的遇难家庭。工作与生活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工薪阶层都能够平衡工作与家庭。另外，新西兰的财政预算是以民众的福祉为优先考量标准的，那么纽西兰呢也被评为最具声誉国家排行榜当中的第11位。物业越多，是不是也代表了投票权越多呢？法律学家认为，老旧的地方选举投票机制呢，应该要修改了。是的，那么在国际部分，我们会关注到习近平与安倍会晤，同意构建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有消息指出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美国解除封杀华为，才会重新启动谈判。另外在朝鲜方面呢，也是促请韩国停止介入到朝美的关系之间。美国参议院通过拨款法案应对边境非法移民的危机。还有是关于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方面，加拿大的贸易部长称啊，怀疑是有人以加方的名义来做这个走私肉类到中国的工作。一连串纽西兰及国际方面的新闻呢，都会在接着下来的2个小时21分钟左右一一的带给大家。不过首先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包括今天在内的未来10天的整体奥克兰的天气情况。那么目前看到今天啊，相当不错的天气，挺好。对，大晴天。大晴天。嗯。那么温度方面呢？今天呢，最高温15度，最低5度。那么明天一直到下周二，目前看起来呢，都将会是多云的天气。整体上呢，这4天呢，从明天一直到下周二呢，这4天天气呢，也应该是不错的。温度方面，最高温是介乎15到17度，那么最低温呢是介乎在7到13度啊。这个之间，那么目前根据气象局的预测呢，下个星期三以及星期四这2天呢，都将会是一个大雨天。温度方面，最高以及最低温呢都是相同的，最高温是在18度，最低13。那么下个星期五六日呢，
慢慢的逐渐的会再度的恢复呢比较好的天气。那么温度方面呢，最高温是介乎15到17，最低温是介乎9到12度。然后那么不用看得太远，那么单单今明后啊这三天呢，整体上呢看起来都应该是不错的，享受一个这个没有阴雨的周末。是的。好，那么接着下来呢，马上跟大家来说新闻。今天早上第一则的新闻带给大家呢，当然就是咱们总理 Jacinda Ardern 昨天呢在下午的时候呢对外公布了这个政府内阁啊，政府内阁的这个人事方面的调整。有一点呢稍微要注意一下的，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以工党为首的联合政府，是。那么昨天呢基本上的调动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工党的这个国会议员的职务，嗯，纽森优先党以及绿党方面呢基本上没什么受到影响。绿党没有入阁嘛，然后优先党绿党没有入阁，对啊，对啊，提醒我了，对，就完全的绿党是有这个，有当然也有部长的职务，可是不是属于内阁啊，内阁呢只有纽森优先党，那么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工党方面呢，当然啊，媒体的关注点全部基本上都放到了 Phil Twyford 身上。是啊，之前我们的总理说，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内阁改组呢，是这个工党政府工党政府领导的这个领导组进入到执政之后呢，第一次也是一些微小的变动，但其实我们看到大家关注的方面变化还是蛮大的。就是说最多的是关于房屋这一方面。那么昨天呢，我们的总理宣布呢，改组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去掉了 Phil Twyford 的这样的一个住房部长的职位。那么这个职位呢，在未来会有多个人来，不，部长应该说是有一个人来担当的，就是 Megan Woods。但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呢，会有多位部长和副部长来共同负责。是，单单在这一个 Minister of Housing 方面啊，这个部门呢，将会呢，基本上由三位，大家都蛮熟悉的这一个部长级人物来共同承担。可是呢，这个领导是由 Megan Woods 啊，他的这个新的 title 呢，他新的这个职位的这个名称呢，是他就是这个Housing Minister。那么除了他之外，那么还会有这个Phil Twyford 会继续担任呢，其中一个部分是专门掌管的 Urban Development 啊，就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这方面，还有 Chris Favoy。Chris Favoy 呢将会担任呢专门负责呢这个无家可归啊，是或者是社会房屋这一部分啊。然后他的职位是一个副部长，以副部长的身份来做这些。Megan Woods 呢就是一个正部长啊， Megan Woods 由他来带领，由他来掌管。那么在过去呢，刚才我们所说的包括了 Key Rebuild， 包括了这个城市发展，包括了这个社会的这些公屋等等呢，都是由 Phil Twyford 一个人啊来负责整个部门的，是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对，而且还不要说还有交通部的那些工作啊，他还有，当然交通部是个很大的部门，也是非常大的部门啊。我不知道最初的这个工作方面的分配怎么会这么分配法？嗯，是不是那时候 Jacinda Ardern 是真的是特别看重 Phil Twyford 的能耐，而且认为他能够同时掌管两个这么大的这个部门呢？是。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位部长，这两位部长呢，就是分别也是跟这个房屋方面有关系的，其中包括了 Nanya Mahuta。Nanya Mahuta 呢，他是会负责呢毛利住房方面的一些事宜，因为他是一个毛利裔的部长。还有呢，就是 Jenny Selsan。Jenny Selsan 呢，将会负责呢 construction， 就是在建设方面的。所以说呢，严格来说呢，未来这个 Minister for Housing 整个啊跟住房有关的呢，将会共同的有五位部长呢，他们各司其职啊，来看着不同的这个方方面面。昨天在这个总理做完了这个内阁当中的修改说明之后呢，就有记者问他说，那你是不是就认为说 Phil Twyford 的这个住房方面是失败了， KV Build 的计划是失败了？然后总理就表示到说，他说 Phil Twyford 在实施政府的这个住房政策的时候，其实一直是良好的一个进展推进的。他说他监督了自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以来一些规模最大的一个政府住房的建设，而且他一直说啊，到现在为止我们这届政府到目前呢，都是在执政的期间当中建造房屋最多的，他也一直是为此感到骄傲的。是，
Jacinda Ardern 都表示说，今时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政府啊所承担的这个建房方面的这个工作是过去的九倍啊。那么自从这一个以工党为首的联合政府执政以来呢，已经是安顿了2300个家庭，解决了他们的一些住宿方面的问题，而且呢也让更多的首次置业者能够进入市场，因为呢现在的房子呢已经是这个可负担性呢是大大的提升了啊。不过呢他同时表示说啊 But it has become clear to me 啊，他说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明确了，在这个房屋方面的这一个工作呢实在并非是一个人啊所能够承担的。那么因此呢他希望呢由多名有经验的这个部长共同组成一个小组，来完全彻底的解决住房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的 Kiwi Built 等等。那么当然最重要的目的呢是要解决啊老百姓在住方面的一些问题了。是，那说到 Phil Twyford 的他的另外一个 title 呢，就是关于交通部这一块，目前看来是并没有丢掉，还要负责的，而且他还从这个 David Parker 的手里面呢接管了这个叫做Economics Development 对经济发展部的部长的这个职位。另外其他的一些部长们都是保留现在内阁的一些工作，那么唯一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内阁外的部长Chris Fafoy 他也是进入到内阁当中了他将会在内阁当中呢是排名第17位啊。他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也会兼顾一部分的这个 Minister of Housing 的这个工作之外呢，关注在这些社会公屋啊这方面的一些事宜之外呢，同时呢他还会兼任这个 Digital Services Minister 啊这个数码服务的部长。Chris Fafoy 进入内阁不感到意外，在之前呢已经很多人都预计了啊他应该是会进入这个内阁的。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呢其他的一些调动方面呢，其中包括我们的财政部长 Grant Robertson 啊，他继续会担任财政部长，不过他同时呢也会兼顾呢就是有关跟这个地震啊地震委员会事宜方面的一些部长事宜。还有 Jenny Selson 呢，他也会呢除了他会是担任这个 Construction Minister 之外呢，他还会担任这个海关部长，原本的海关部长呢是由这一个 Chris Fafoy 担任的。好，那么昨天呢在总理在下午3:15啊对外对媒体公布这个内阁重组的事宜之前呢，当然会进行一场内阁方面的这个会议，可是呢在昨天的会议上呢却是有多名部长级的人物呢是没有呢出现现场的。那么当然啊可以理解啊，可能各自有各自的一些工作方面的一些安排，其中包括了 Phil Twyford 啊 Phil Twyford 呢昨天呢很多的媒体呢都在等待，可是他却没有出现，因为为什么呢？他事先呢是被安排呢到奥克兰呢进行一场演说啊，这个是 Planning Institute 计划研究院的一场演说吧，我不知道这个跟是不是刻意的，不知道了啊。厉害哈！不过他不在那边。那么再有呢，财政部长 Grant Robertson 也不在啊，这个农业部长 Damian O'Connor 也不在，社会发展部长呢 Camille Sapoloni 也不在，还有呢。惩教部长 Kelvin Davis 都不在，那么 Mecca Vitale 啊，他也不在啊。Mecca Vitale 呢，曾经是这个是海关部长吧？是海关部长，他也不在啊。好，那么不过各自有各自的忙了啊。这个他们不在那边呢，并不代表什么，可能呢，正所谓Jacinda Ardern呢之前说过了啊，这一次的这一个调动的人事方面的调动呢，其实规模还算是蛮小的。那么有一点呢，在这里告诉大家，在这一次的人事调动方面呢，各自的这一些工党的国会议员在排名方面没有改变啊，没有改变。OK， 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9，我们进一段商家好介绍，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Phil Twyford。在昨天当总理 Jacinda Ardern 宣布了内阁改组的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向媒体呢发表了他的一份声明。是啊，我觉得这份声明呢，看完他在过去一年多的所做的一些工作之外之后呢，我觉得呢大家也不要为难他了，也真难的啊，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呢做那么多的事情也真不容易。好，我们稍后回来吧，我们先听听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新苏属信贷，新西兰最大房地产贷款公司，0800666969。宝德利斯留学移民，量身定制你的未来，你值得信赖的人生规划师。电话09309-8818。iInstitute， 您最值得信赖的视力矫正专家，为您量身定制矫正方案。中文电话0508-888822。格力空调，让世界爱上中国造，0800289-4733。好了，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3，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窦荣以及安德鲁继续跟大家分享纽西兰方面的新闻。6875的朋友他怎么说？他说星期六跟星期天为什么没有我爱纽西兰的栏目呢？其实他想说的就是说啊，如果我们星期六星期天也不工作也休息的话呢，那么那些呢，建造工人啊，就是道路的建造工人呢，他们也应该可以获得休息。我能够理解了啊。也不埋怨他们休息了，不过大家就必须要接受这种进度缓慢，没什么好吐槽的啊。那么吐槽也行啊，当然是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啊，那么你可以说呢，政府有不同的一些安排，可以轮班制啊，对不对？而且呢，当然啊，一个电视的一个节目跟这个公共建设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可以对等啊来比较呢啊，不得而知。建筑工人也不会七天都在路上干吧？严格来说，如果愿如果 WTV 愿意付我钱的话，我不介意。星期六星期天啊，也跟大家来这边来说说新闻呢、啊，说说其他方面呢，也是蛮好的。你说是不是啊？你们到了星期六星期天会想念我们吗？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哪有那么早起来的啊？好，那么接着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 Phil Twyford 在昨天呢，在这总理Jacinda Ardern宣布完了这个内阁方面的调整之后呢，他发表了声明。首先我们来看看呢，其实呢 Phil Twyford 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他说他感到非常的欣慰。为什么呢？现在呢，这个住房方面的这一个问题呢，将会由多名部长呢来共同分担。那么最终的目的呢，是要 ensure all New Zealanders have a warm, dry and safe home， 就要确保的所有的纽西兰人呢都有一个温暖干燥的一个安全的住所啊，无论他们是租或者是自己住在自己所拥有的物业。是，另外他也表示说他非常荣幸能够成为总理的内阁成员之一。那么说现在的政府呢，依旧是要致力于解决住房的危机问题。那么未来呢，他会是城市发展部的部长。那么在这方面呢，仍然是会发挥更多的作用的。还有他最主要就说到了迄今为止他在住房方面所做的一些事情。他说到这一年多以来，他们做了很多艰巨的工作，扭转之前的一些情况吧。然后就是一大段列举了自己在这么一年多的时间里都做了些什么事情。那到底 Phil Twyford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啊，他以及他的部门工作团队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看 Phil Twyford 呢，他列举了啊，第一啊，他说呢，他阻止了这个公屋放到市场上出售 ，stop the sale off of state houses。第二就是对于那些冰毒屋啊。那么曾经呢是被因为呢这个房子呢是有这个有这个吸食过这个冰毒呢而被驱逐的这些租户呢啊，就在这方面呢已经是停止这方面的这种对待的行动了。那么再有呢，就是在租房方面啊，禁止了这个房东收取禁止了这个 letting fee， 也就是说房屋中介啊收取这个 letting fee， 向这个房客收取。还有 introduce health home standards， 对于健康居住环境的这个指标方面呢，标准方面呢，就是的引入。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租赁条约方面啊，一些老旧的这个租赁条约法呢，它也让它更加的现代化。还有呢，就是在税制方面呢的一些改变呢，也不鼓励这些炒楼啊的这些行动。是。那么再有呢，就是 ban offshore speculators from buying existing houses 啊，阻止呢海外的这些房屋的投机者啊，
来购买纽西兰的这个房子。是，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建造方面也有很多的成绩，比如说建造了1400栋的这样的一个 state house， 就是属于公屋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发展了这个 housing NZ， 这个叫 housing New Zealand， housing New Zealand 的这个计划，就是把这个住房建设计划呢扩大了9倍之多。还有呢，为2300个家庭提供，把他们引入到了这个公共的房屋当中，还有建造了202座的这个 KV build 的这个房屋。对，我们说截至目前呢 ，KV build 的房屋建成是202座，另外呢还有就是430个房屋目前是在建的，而且还有超过10000栋的房屋已经签约，未来是要承建的。嗯，那么另外呢，他还说到了在他的领导之下呢，是重新的整顿了 Housing New Zealand， 使到 Housing New Zealand 呢能够呢提供呢给这些民众们呢更加高指标的这个高规格的这个政府公屋。那么再有呢，花费了差不多成立了这个15亿1.5 billion 啊的这个投资呢，提升了一些社区一些住宅区的这个计划，其中包括了 Polaroa East Polaroa East 呢，就是使它重新恢复了这个活力啊，因为 Polaroa East 呢曾经是纽西兰的一个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了。还有就是这个谈判购买了这个 Mount Albert 的 Unitec 校区的住房，这个地方未来也是要建造这个大批的可负担住房的。还有通过 Housing First 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确保在这个解决无家可归者的方面，还会有继续大量的一个资金的投入。嗯，对于 Kiwi Built未能够呢建造的数量达标，他表示说他自己也感到 frustrated 啊，感到很无奈啊。不过呢，他说现在呢，这个 Kiwi Bill 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由 Megan Woods 来掌管啊。那么还有其他的数名的这个部长共同的努力之下呢，他非常的相信，那么在未来纽西兰的这一个现任政府呢依旧会努力的去兑现呢解决民众们住房方面的承诺。是 OK， 好，就是那么多。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接着下来带给您的是中旅的旅游信息，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机票方面。纽航的特价，奥克兰出发到中国各大城市最低往返纽币698韩税起，销售到7月1号，详情可以咨询中旅各门店0800-287888。另外，即日起领取中旅的会员专享礼券，参加喜羊羊假期的6月南岛游即可立享优惠88纽币的特别活动。南岛行程更额外升级超赞的羊排大餐，冬日进补暖意融融。详情和领取方式可以咨询中旅各门店0800-287888。还有一个半岛9座城中旅假期10月的西班牙不可思议之旅，中旅用16天的时间带您去细嗅伊比利亚这朵美丽奔放又桀骜不驯的玫瑰。西班牙纽币是6500美元起，10月15号准时出发，详情可以咨询中旅各门店0800-287888。本节目由 KVB 昆仑国际特约播出，全球外汇交易 KVB 昆仑国际。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今天是2019年的6月28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26。奥克兰今天晴天，5度到15度，日出在清晨的7点35分，日落是傍晚的5点14分。奥克兰港口的满潮时间今天下午3点35，以及明天凌晨的3点57分。我们来关注两条新西兰的本地新闻。全球著名的咨询公司美世昨天公布了209个城市的生活成本调查结果。这项调查涉及了每个城市里200多个项目的成本比较，包括住房、交通、食品、服装、家庭用品和娱乐开支等等。其中，奥克兰的生活成本排行从第81位降到了第89位，惠灵顿则下降了13位，现在排名第114位。据介绍，这两座城市生活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到新西兰元对美元汇率下跌的影响。而排行榜当中，其他城市的排名不断升高，都是因为新西兰两大城市生活成本排行下跌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香港连续第2年荣登了全球最贵城市之首，排在第2和第3位的分别是东京和新加坡。在中国内地的4大一线城市当中，北京、上海、深圳均排在前10位。事实上，今年排名前10名的最贵城市当中，有8个都在亚洲。调查指出，房价是最主要的因素。
火山专家 Brent Scott 昨天表示，新西兰著名的火山岛 White Island 最近活动频繁，看上去很有可能要喷发，但尚不能确定喷发是否已经开始。White Island 是在北岛丰盛湾海上，新西兰唯一的活火山岛屿，距今大约有10万到20万年的历史。现在显示出了清晰的火山活动迹象，随时都有喷发的可能。气象部门已经将 White Island 的火山喷发预警提升到了第二级。这里是一个旅游景点，很多游客都会上岛去近距离地观察活火山的景色。所以专家提醒游客要密切地注意气象、民防以及旅游部门的公告。不过住在内陆地区的居民是不需要担心的， White Island 的火山喷发的规模不可能对他们造成影响。以上新闻是由窦荣为您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接下来关注由 KVB 昆仑国际所带来的最新的汇率。纽币对人民币买入价4.5982，卖出价4.6896；纽币对澳元买入价0.9515，卖出价0.9607；纽币对港币买入价5.2111，卖出价5.2632；美元对人民币买入价6.8612，卖出价7.00。这夜换汇跨境结算，首选 KVB 昆仑国际，他们的中文直线是09359898。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10，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那么在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纽西兰的新闻之前呢，这里要告诉您的是纽亚国际旅行社。纽亚国际旅行社为您提供网上订景点门票的服务，价格是特别的优惠。他们的网址是www.youyou.co.nz。另外呢，他们还提供世界各地的机票订购以及澳新跨海段的包机服务的。他们的电话是0800-999-166，0800-999-166。好，那么接着下来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一则新闻啊。这位老兄，他的名字叫做 Gabriel Maklouf 啊，他是呢，前纽西兰财务部的主管啊，也就是那个秘书长，秘书长，秘书长主管。那么为什么用钱呢？因为他在昨天呢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他离开了。那么接着下来呢，会有一位呢是澳洲籍的财经方面的一个专家呢，将会接掌这个职务。他的这个名字叫做 Carolee McLeish 啊 ，Carolee McLeish 是，他是曾经是 New South Wales 新南威尔士省的这个。这个财务方面的副秘书长啊，据说也是我们新西兰第一位接管这个财务部的女性，是啊，非常有料的人士。好，那么这个 Gabriel Maklouf 他在5月30号在宣布财政预算案啊，这个我们的财政部长宣布财政预算案之前的48小时，大家也知道，也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就是突然之间呢，国家党就表示说，他们手上呢是掌握了部分的财政预算案的一些内容。那么马上呢就是哎，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掌握呢？怎么这些资料内容是如何来的呢？是不是合法或者是非法得来呢？那么当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一位Gabriel Maklouf 先生呢，他就是掌管这个财务部的，就是对外表示说，这个财务部的这个网站呢是遭到了一些人啊蓄意的啊这个入侵啊，窃取了这个资料等等。而且呢还这个我们的财政部长 Grant Robertson 呢，似乎是有意无意的要将这个手指呢是指向了国家党啊。那么当时呢，国家党的 Simon Bridges 呢对此感到非常的不满意。后来发现了，那么这一个 Gabriel Maklouf 啊向警方报案啊，希望警方呢协助调查。那么警方呢在经过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得出了结论，原来呢。那这一个获得这个资料的渠道呢，是通过正当的渠道，对，通过这个财务部的搜索的功能，而得到了这些资料的啊，所以说不属于任何这些违法的行为。那么接着下来呢，马上就看到了，就是说，哎，那么你这个财务部的这个秘书长怎么可以乱说呢？啊，而且呢，你在对外发表声明之前，包括了接受媒体访问之前，其实你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了，这并不是因为黑客的入侵而得到的资料，是因为你自己财务部啊，你作为一个最高负责人，
你旗下的这个网站的这个保密的这个程序，保护这些资料的程序功夫做得不好，因此呢，变成了这个国家党的职员是能够通过正常的这一个 search box 啊 search tool，然后呢，能够得到这些资料。真正应该要怪的是怪你自己，你应该自己呢要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怎么可以啊把对外乱说啊，说是说到这个黑客的这个攻击等等呢？嗯，这件事情呢，后来呢，当然政府呢也特别委任了这个State Services Commissioner 啊，这个公共服务的委员会的这个委员长呢 Peter Hughes 呢做一个正式的调查。那么昨天呢，这个调查报告出炉了。可是这个调查报告呢，严格来说呢，我感觉上呢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因为这位秘书长他在昨天呢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嘛。而且其实本来就是从警方交过来之后呢，就发现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违法的地方的，所以要说的话也只是他的这种行为不当。那么在昨天呢 Peter Hughes 呢他就说到了，说 Maklouf 最大的问题是在描述这次的这个泄密事件，还有随后向媒体做出解释的时候是行为不当的。他本来应该公开表示说是因为网站的一些问题，然后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转移目标，把那个重点就放在这个网站被人搜索，然后变成是这个黑客攻击的这件事。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围绕着预算文件的这种安全漏洞的问题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他说正确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谁怎么做的，你都要作为一个领导人承认失败这件事情，公开承认责任。但是这一点他没有做到。是。那么昨天呢，在这一个公共服务委员长 Peter Hughes在对外发表这份调查报告的同时呢，那么当然国家党呢的这个 Paula Bennett 对此呢就做出了严厉批评啊。那么而且呢就是向这个 Peter Hughes 呢质问啊，就为什么呢，既然报告已经是出炉了，为什么不能够呢就是说对这位秘书长呢做一些惩罚性的一些处分呢？那么 Peter Hughes 就回答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昨天已经是他最后一天了，任何对他所谓的惩罚性的这些处分都没有实际的意义。而且其实国家党除了揪住这个 Maklouf 以外，也是觉得这个 Grant Robertson 也有一定的责任的。是啊，认为 Grant Robertson。 那么其实 Grant Robertson 到底是应该在事前知道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通知，这一方面一直呢有争议。可是在这一份的报告当中并没有对 Grant Robertson 啊对外的事后对外的一些表态呢做出一个总结啊，所以说基本上也不会对 Grant Robertson 怎么样。那么至于这个 Gabriel Maklouf， 昨天是他的最后一天，当然他也知道了这份报告出来的这个结果。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在报告的内容大部分他是不认可的，可是后来呢今天早上我看到呢，他对于没有完善的将这个财务部的这个网站上呢做足这个保密的功夫呢，这方面他是道歉的。至于他如何应对媒体那一方面呢，他没说。在昨天下午看到这个媒体的报道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不认同这份报告所说，他在面对媒体对外发表声明方法方面呢，他们是用了一个 clumsy 啊，也就是笨拙来形容他的对外应对的这个方式。他在这方面呢他是不认可的，可是他承担了，认为呢确实是财务部呢有疏漏啊，就是说在这一个财政预算案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之前，就让外界能够通过这个 search tool 能够呢获得部分的这个资料，这方面他是对外表示道歉了。他在财务部工作了八年时间，正好这八年时间都是没有在执政的期间，所以他可能没有做过预算案当中的一些具体的细节。也不是啦，他其实是蛮有经验的，真的是蛮有经验的。可是就是这么一回事，怎么了？他不是一位从政人士，大家要了解，他是一名财经方面的专家，而且呢，他在这一次呢卸任之后呢，离职之后呢，他将会到爱尔兰出任爱尔兰的央行的行长。对，他是专门从事财经财政方面的一个工作，他甚少面对媒体。很少媒体会找到他，有什么跟这个财政方面的有关系的呢？都会，要不然就是他们有部门的一个发言人，要不然就是财政部长 Grant Robertson， 甚少呢是要直接的，他要面对这个媒体的，
尤其是如果是面对一些所谓的这种危机啊，这种情况之下，我看他在过去的八年可能都没有出现过，所以没有解决，他不一定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嗯嗯。哦，所以说呢，可能在最初呢，他所采取的这个方式，或者是甚至是有可能啊，真的是他自己本身感觉要逃避责任，我不知道。赶紧就说这个是黑客，啊、就直接把他推向黑客，而且呢，也认为呢，有些东西呢，你把他推向黑客呢。就算是调查也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嘛， 对不对？没有那么快，怎么知道呢？警方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做出了反应，排除这个可能了，表示说这个可能性不存在了啊，可能也让他有感到有一点点的吃惊了。可是话已经是说了出来，那怎么办呢？好，无论如何呢，这都将会成为历史了 我觉得会成为他的一个以后的是 Peter Hughes 呢，这一位公共服务委员长呢，他在回应 Paula Bennett 的时候呢，他同时说到了这个 Gabriel Matloff 呢是一个非常重视自己声誉的那么一个人。嗯，这一次的事件无疑是在他的这一个职业生涯当中呢是一个很大的污点，对，会是一个他说对他说很沉重的，这就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惩罚了啊。那么至于Gabriel Matloff 是不是真的是会顺利的到爱尔兰去出任这个爱尔兰的央行行长呢？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在较早之前，爱尔兰的一些政治人物呢、从政者呢，甚至是开始对这个 Gabriel Matloff 的这个能力呢，感到怀疑了啊。好，这个就由他自己来面对吧。啊，那么我们将会有一位新的 Treasury 啊。新的这个秘书长，他是来自于澳洲的，他是一位博士级的人物，叫做 Dr. Carolee McLeish 啊，他将会接任这个纽西兰财务部的秘书长的职务。嗯 ，OK，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20，接着下来带给您的是日月光旅游的最新旅游信息，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那么日月光啊，日月光旅游呢是新推出了新增加的奔驰车的系列来接待小包团的日月光南岛八天游，特别优惠的价格，配上龙虾、羊腿、特色三文鱼、皇后镇两个晚上四星免费升级五星酒店，以及皇后镇国际知名滑雪场享受滑雪的乐趣，星空小镇探索库克山的特色美景等等。报名热线是302-1983，或者是登录他们的网站www.anzskytours.com。日月光旅游呢，澳洲分公司温馨的提醒您啊，那么畅游澳洲唯我独优，全包华语澳洲六天游，每个星期五是固定出发的，特别增加澳洲9天以及12天的全景游。日月光旅游9月18号出发的豪华游轮畅游大堡礁，最后召集了那么华语领队陪同出发的。畅游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珊瑚群岛、白天堂沙滩以及圣灵群岛等等，被列为此生必去的网红景点。一个行程满足你所有对大堡礁的期待，而且价格是非常的美丽，还有无敌的海景阳台房等等。那么日月光旅游的报名热线是302-1983，或者是登录他们的网站www.anzskytours.com。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26，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几则这个短信啊，短信平台上呢，我们来手机尾号6726的朋友他怎么说。他说呢，从内阁部长公布的数据来看，我们的这个阿顿总理呢也担任国家安全与情报部的部长，是的，和他在前些日子访问中国的时候呢，他认为呢，Jacinda Ardern是推卸责任，说禁止华为 5G 呢不是他所做的决定，是纽西兰国家安全与情报部门所做的决定。那么这种敢做不敢为的做法呢，真是经不起稍微的推敲。与优先党控制削减移民，却推脱说移民局系统升级造成的滞后，如出一辙。那么这一届政府呢，真是让人怀疑他们的诚信度。OK， 好。那么另外呢，手机尾号4842的朋友他说，纽西兰的修路慢到已经是到了不可思议、超乎常识的地步了。
他说他不觉得他们有任何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低效的工作需要改革了。OK， 好，当我们在全天候跟大家在说新闻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愿意发短信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呢，也是无限的欢迎的啊。我们会不断的在这个新闻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短信吧。好，是。那么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呢，再度的预告一下呢，今天星期五呢是咱们这一个发射塔第二阶段啊。最后一天的这个维护工作了，是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今天星期五最后一段维护了，是从上午的9:10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00，有可能会比预计的时间要更早完成。那么在结束了这段工作之后呢，大家收听广播和看电视各方面都没有影响。那目前，那么9:10之后，如果您还要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呢，除了看28台的电视之外呢，可以通过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标936中华网就可以搜到，然后里面我们的节目，或者您也可以使用 iHeartRadio 的这个 app 下载了之后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是的，这次影响的还不只是我们 AM936 啊，基本上的好几个 AM 的这个广播呢都受到了影响，包括了 News Talk ZB 他们的 AM 频道都受到了影响啊。好，那么这个第二阶段呢今天会完成啊，有没有第三第四阶段目前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大家不要到时候说哎为什么你们不在一个月前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啊，要看着这些维护工作人员他们认为他们的进度如何，是不是这个维护工作呢已经是完成了，没有在至少在今年呢不会有进一步的这个维护方面的工作，那我们才能够做得准，好不好？OK， 好，那么很快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8:30了，马上带给您的是半点新闻。万国旅行社新西兰航空赞助以下新闻，万国旅行社一定打折。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今天是2019年6月28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奥克兰今天的天气是天晴的，气温最高15度，最低5度。今天的日出时间呢是在清晨的7:35，日落时间呢是在下午的5:14。奥克兰港口的满潮时间是在今天下午的3:35，以及明天凌晨的3:57。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两则纽西兰方面的新闻。奥克兰从2018年12月暂停回收软塑料垃圾，那么现在呢，软塑料垃圾回收工作在奥克兰将会逐步的重新启动。在未来，软塑料垃圾将会由 Packaging Foreign 公司呢来负责回收处理，居民们可以在全奥克兰的37家的超市丢弃软塑料垃圾，包括了 Countdown、 The Warehouse、Huckleberry 等等商店等等。那么目前呢，重新启动计划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之中。根据介绍，软塑料是指任何可以捏成球状或者是用手就可以撕开的塑料，包括了包装袋、气泡纸以及大型的塑料袋等等。正确回收这个垃圾呢是很重要的，软塑料垃圾呢只能够用专门的回收机器来处理。那么有关部门呢是鼓励奥克兰人，无论是生产者或者是消费者，都应该尽量的减少生产和使用产品包装袋，这是最大限度的减少塑料消耗的方法。纽西兰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纽西兰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07到2017年的10年之间呢是增长了19%，主要的原因是道路车辆的排放。环境专家表示，纽西兰的气候变化立法拖了太久了，这一个法律对减少排放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纽西兰需要严厉的规则才能够在短期之内收到效果的。根据报道，甲烷气体排放主要是来自于畜牧业，尤其是牛类，而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是来自于道路交通。联合政府在上个月公布了和气候变化做斗争的计划。我们的气候变化部长James Shaw 他表示呢，在计划之中的零碳排放法案将为实现零碳排放的远大目标
奠定基础。2015年，纽西兰成为巴黎协定的签约国，纽西兰有国际义务要将全球的变暖基本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且努力争取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感谢大家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那么接着下来带给您的是万国旅行社的最新旅游信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铁定成团最后召集的8月北欧俄罗斯团，19天9999元起，带你畅游北欧的壮美峡湾、俄罗斯红色记忆，在最适合的季节去最舒适的北欧。9月还有欧洲全景团铁定出发31天万国品质的经典团，8399元起，玩转欧陆15国。10月有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从奔放的南欧到热情的北非，还有豪气阿联酋，带你体验不一样的风情。11月南美4国万国口碑团20天全新升级，体验热辣南美。12月台湾跨年101塔烟火秀，阿里山加日月潭，更可升级入住圆山饭店，带你走进情怀里的台湾。订机票找万国，各大航空特价不停，天天都有更新。免费热线是0800116688，万国旅行社一定打折。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顾问公司，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真正新西兰野生刺身就要找沙巴名牌海产品。魔法灯，澳新最大代购服务商，0508661188。要出租找阳光，要租房找阳光，阳光物业更专业，电话0939033883。NPC 新西兰持牌金融公司，致远资本带您赢世界，0928193833。iRelax 全球最大一站式按摩产品购物品牌，您身边的健康按摩专家，0994861188。安发国际控股集团，传承爱，传承健康，咨询电话0800388988。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45，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啊！不告诉您呢，有什么事情那么好 笑, ？OK， 好，经济稳健，是，还是送给大家一点开心的事情啊！把这个画面呢送给您啊，在星期五的早上，你看到那么多的红嘟嘟的啊，红嘟嘟的啊，一叠叠的这个纽西兰的100元的这个现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Grant Robinson 那个眼睛里面反映出来的，是反射出来的。我是找到了那么一幅图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幅图呢，也就是当然了，这幅图不这个是当然后来 P 上去的啊，就他在宣布这个幸福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啊。然后好，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在昨天呢，我们听到呢，就是到了5月31号为止的过去11个月。那么我们政府的这个财政状况如何呢？现在告诉大家一句话，稳健啊，稳健。有盈余，而且盈余呢比预期来的大，税收比预期来的多。那么同时呢，负债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糟糕了，我们就这么一则则的新闻说下去呢，可能开始有些人认为呢，哎，安德鲁你在不断的为工党呢啊。工党政府呢，说好话了。那你看，你要是说不好的吐槽的话，你说人家说你是我黑新西兰。对对对，你现在说个经济稳健、工资和就业上涨的话，人家说你。人家就是说我开歌颂新西兰，怎么是在歌功颂德啊？这个联合政府不是新闻里面是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告诉大家，好不好？财务部啊，在昨天发布了这个最新的一些财政的状况，那么基本面呢都是比较稳健的。截至到5月31号的11个月里，可以看到工资和就业都比预期的好。企业的利润也有所上涨，从哪体现出来的呢？就是财务部收到的这个 PAYE 呢是比预期要高的，这就说明工资和就业的增长都是比预期要好，而且公司税交的也多， GST 上涨呢就说明这个各项的投资都是强于预期的。是，那么另外呢，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 OECD 的报告，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整体上呢对于纽西兰的这个经济状况还是认可的啊。
那么我们的财政部长 Grant Robertson 呢，当然对目前的政府的这个财政状况呢感到非常的满意。那么在上个星期呢，我们看到呢纽西兰的 GDP 的第一季度的这一个增长呢是 0.6%， 2019年的第一季度增长 0.6%。那么目前年度的这个 GDP 的增长呢是要高过澳洲、高过英国、加拿大、欧盟以及日本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 OECD 的国家当中呢，其实纽西兰的 GDP 的增长率呢还算是蛮高，零点六的增长都高于这些不是，它是一个季度里面的0.6%，跟其他的国家的季度的这个零点这 GDP 呢还算是蛮不错的，算是。当然年度增长可能在2%或以上啊，每个季度都是0.6%，那么下来的话也就这差不多2.5%啊，然后有认为是2.5%左右的那么一个经济增长啊。再有呢，就是纽西兰呢是提供一个低利率啊，就是经济方面呢强劲增长，而且呢低通胀，还有呢高就业率的那么一个环境啊。是，我们再来看看政府的盈余方面啊，到这个5月31号的盈余，目前看来是69.6亿元，那么比之前的这个预测高了24.9亿元，那么截至到5月的11个月的税收收入比预期的高出了21.7亿，这个比较高的盈余呢，就意味着是这个净债务的数字会是比较少，是这样吧？净债务方面呢，目前呢是达到了 GDP 的啊这个19.3%，在较早之前我们看到呢，就是政府希望能够控制在20%之内。不过更早之前呢，我们也听到 Grant Robertson 表示说，可能呢会借着这个经济比较好的势头呢，会增加借贷啊，来支付呢更多的这个公共开支。那么在这个负债方面呢，稍微的提高一点点呢，也不是一件坏事。那么这一种想法呢，其实也获得了相当多的经济学家的支持的，认为呢，纽西兰目前有能力去借，借了之后呢，用来建设。那么其实呢，而且在这个国际上呢，这个低利率的环境之下呢，其实呢应该是蛮好的，因为纽西兰的这个信贷评级还算是很高 高的。好，那么当然呢 Grant Robertson 同时呢也对外表示说，虽然出来的这个结果，这个财政盈余比预期来得好，至少比5月30号在制定这个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呢是来得更高。可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呢目前就要把这些盈余呢给花光光。他说要等待，要等到6月的整年的这个财政报告出炉。这个财政报告什么时候出炉呢？会在今年的10月才出炉。那么到时候呢，才来重新规划到底政府呢实际全年的这个盈余是有多少，是不是能够加大这方面的这些花费。对，所有这个要动用盈余的呼声呢，要到这个后半年之后，我们才能看到能不能花这些钱了。所以说呢，我们常常在这个有话慢慢说里面，很多的朋友就是说啊，就那个纽西兰的经济呢，政府没钱啊，或者是就比较担忧纽西兰的这个财政状况。可是我们却很奇怪的看到呢，由这个纽西兰统计局或者是纽西兰的财务部所做出来的这个报告呢，都似乎显示呢，以工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呢，在过去这一年多呢，财政方面还算是蛮稳健的。对，这也是我觉得挺奇怪的，因为通常我们说数据说话，但有时候数据和我们的生活完全是两码事的感觉啊。是因为有很多时候呢，就其中包括了这个衡量这个通货膨胀也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老百姓每天要面对的这些高价格的这个蔬菜水果啊，水费电费，我们只听到的是只有涨没有跌的，包括我们每天的这个水费电费，上一次水费啊削减下跌的是什么时候，电费下跌的是什么时候，地税下跌的是什么时候，完全是不记得的，只知道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对不对？我们面对的都是这样。那么当然呢，政府会告诉你啊，那你的工资也涨了嘛，啊，所以说实际上工资涨了，对，可是生活成本也贵，那么实际上呢，你的放到钱或者是留在你口袋里面的钱呢，其实是没有改变的，对，比例甚至可能还是更少，比例是没有改，可能会有更少也不一定。所以说呢，老百姓可能不觉得，可是政府呢告诉您的那一套呢，是根据他们所收集到的这个数据。OK， 好，我们不去纠结啊，到底我也不认为，政府是在欺骗民众，因为纽西兰是一个成熟的国家啊，那么在这个
统计局也好，或者是财务部他们的计算方式，整体上来说呢，都是公开透明的啊。那么在这方面呢，都有数据可查的啊。好，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 victim support 吧，就是这个基督城315事件发生之后，那么victim support 呢是收到了很多民众们的这个捐款。那么其中呢，相当一部分呢来自于 give a little 的网站，大家的个人捐款，对对，是的。那么受害者这个支持组织呢，他们宣布要来进行最后一笔的这个善款的分配了。我们知道今天是6月28号，我算了一下，应该也就是基督城恐袭事件过去100天的时间了吧？哦，是吗？对，我不知道具体的日子，但我觉得3月15号嘛，对啊，就差不多是3个月过一点，就是100来天的时间了。所以你看，这个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善款有2次的发放，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个组织就宣布了这个最后一笔的这个资金如何去发放的一些用法。那么整个的捐款啊，从这个 Give a Little 啊，还有这个一个众筹的平台 GoFundMe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个人社团都有不同的资金，总额好像是1320万左右。那 Give a Little 上面是1090万，然后这个GoFundMe 是27.5万，另外像是个人啊、社团啊、企业啊捐款大概就是10万多的样子。是 Victim Support 的 CEO Kevin So 啊，他就表示说，在过去这一个这么长的日子里面，有关呢这一个捐款，民众们的捐款如何来支配呢，是不断的跟这些受到影响或者是遇难者家庭呢在进行不断的沟通。而且呢，他说到最重要一点，因为纽西兰不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而且呢，他还说到在国际方面也没有一套准则，到底怎么去支配分配这些民众们的这些善款。对，而且也没有想到，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居然有那么多的人来捐献爱心，一下把这个网站弄得都有点瘫痪了啊。那么为什么今天又能够将最后剩余的钱啊？就是分给这些受影响人士呢，因为在较早之前呢，他们也是在等待警方所给予他们的一份名单。在这份名单上呢，当然除了这些遇难者啊的这个名字之外，受伤的人还有呢，当时候在现场可能在精神方面受到了影响、受到了状况的人士，总共呢好像是一共呢有200多人哦，200多人之人。好。有一点就是他解释到说，是这样的一个分配比例其实是没有国际标准的，就比如说罹难的分多少，然后有受枪伤影响的多少，然后没有受枪伤多少都没有的，他们等于也是这样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在跟这些受害者来进行沟通。他们的要求就是一点，就是能够以一种公开、诚实和透明的方式来把这些钱分发给所有的受害人。是 Kevin So 就表示说，他非常有信心所有的捐款 100% 啊将会呢就是分给这些受到影响的人士或者是家庭。好，那么将会在今天进行啊。那么他也表示说呢，他所收到的一些回馈呢，就是很多的这些受影响的家庭或者是遇难者的这个家属们呢，那么对于 victim support 的努力呢，都表示了感激啊，感谢。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人在较早之前可能是质疑 victim support 呢，在这个进度方面啊，分配这些钱的进度方面呢，太缓慢了。其实呢，最初当我们看到这些捐款的时候，我们想着也是，哎，那么有多少个这个遇难者的这个家庭，有多少受伤者的这个家庭，你将它就是分开来，然后呢，就是公平的分配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如此的，原来他们还有一整套的一个计划，这计划呢还不单单只是给钱那么简单，而是呢要扶持这些家庭。对。帮助他们呢面对未来的生活，因为有很多的这些遇难者呢都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现在重新的这个经济支柱不在了，那么这个家庭将来要如何面对生活呢？是不是在比方讲说考驾照啊，这个也是其中一方面等等呢。因此 victim support 他们所做的工作呢，还不单单只是切蛋糕那么简单的啊，而是真正的是要去好好的去扶持这些家庭。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像这个，如果是51位因为这次的事件而逝世的呢，他们应该这一次最后一笔大概就是一次性的5万纽币，加上之前的大概一共有9万。那么还有在袭击当中受伤的一次性支付大概是2.6万，那么使他们收到的总额是5.1万。还有就是受伤但是没有中弹的，那么另外最相对比较轻的就是在清真寺的事件当中在现场的受害者但是没有受伤的，就不同的级别他们都会有一定的照顾。是 OK。
希望吧，啊，希望这些家庭呢能够好好的 settle down 啊。那么遇到这样这种事情呢，当然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不幸，嗯，而且他们呢有一种彷徨啊，因为很多的这些家庭呢可能来这边也不是很长的时间。那么在未来要面对生活，孩子们呢还是要继续的成长等等的，我们是希望呢这个国家以及社区呢给予这个适当的这个支援啊。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8，接着下来带给您的是9:00新闻。以下新闻由雪莹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雪莹证券港美股优选，一户在手，交易全球，0952019119。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今天是2019年6月28日，星期五，农历的5月26日。奥克兰今天晴天，5度到15度。日出在清晨的7:35，日落是傍晚的5:14。奥克兰港口的满潮时间，今天下午3:35以及明天凌晨的3:57。我们来关注两条新西兰的本地新闻。全球著名的咨询公司美世昨天公布了209个城市的生活成本调查结果。这项调查涉及了每个城市里200多个项目的成本比较，包括住房、交通、食品、服务、家庭用品和娱乐开支等等。其中奥克兰的生活成本排行从上一年的89位下降到了81位，惠灵顿下降了13位，现在排名是114位。美世的发言人表示，这两座城市生活成本下降主要是受到新西兰元对美元汇率下跌的影响。香港是连续第二年荣登全球最贵城市的榜首，排在第二、第三的分别则是东京和新加坡。中国内地的四大一线城市当中，北京、上海、深圳均排入了前十名。事实上，今年排名前十的最贵城市当中有8个都是在亚洲。调查指出，房价是这个主要因素。火山专家 Brad Scott 昨天表示，新西兰著名的火山岛 White Island 最近活动频繁，看上去很有可能要喷发，但是尚不能确定是否已经开始。White Island 是在北岛丰盛湾海上，是新西兰唯一的活火山岛屿，距今大约有10万到20万年的历史。那么现在显示出清晰的火山活动迹象，随时都有可能喷发。气象部门已经将 White Island 的火山喷发预警提升到了2级。这里是一个旅游景点，很多的游客都会到岛上近距离地去观察活火山的景象。所以专家提醒游客要密切地注意气象、民防以及旅游部门的公告。不过住在大陆上的居民们不需要担心，因为 White Island 的火山喷发的规模不可能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影响。以上新闻是由窦荣为您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稍后再见。各位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由棕榈喜羊羊特约的新西兰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今天新西兰全境都是晴好的天气，奥克兰是晴间多云，7度到14度，陶朗加晴天，6度到14度，惠灵顿晴间多云，8度到12度。南岛呢，气温总体来说是比较低，但是依旧都是在0度以上。基督城市2度到11度，晴天的好天气。皇后镇今天是晴间多云，1度到6度。但尼丁晴间多云，4度到11度。穿越入海，纵情欢歌。2019年棕榈喜羊羊假期诚意出品。南岛7日雪山飞机完美之旅，飞越磅礴雪山，空降万年冰川。35分钟酣畅体验玩转库克山。Skyline 蒸汽船经典玩法搭配自由行程，皇后镇玩足2天。双湖观澜、峡湾巡游、大连汉堡、农场 BBQ、 美景美食通通都有。新春特价2019完美出发，详情请咨询棕榈根门店或拨打免费电话0800-28-88。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11，在跟大家进行有话慢慢说之前呢，这里要告诉您的是纽亚国际旅行社。纽亚国际旅行社呢，为您提供网上订景点门票的服务，价格是特别的优惠。他们的网址是www.youyou.co.nz。那么另外呢，他们还提供世界各地的机票订购以及澳新跨海段的包机服务的。他们的电话是0800-999-166，0800-999-166。那么同时呢，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电台的发射塔的维护工程呢，为期3天。那么今天星期五呢是最后一天，应该是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啊。所以说呢，通过电视呢收看的或者收听的还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广而告之啊，告诉大家呢，就是说有些朋友是可能是习惯在车里面呢，利用车里面的收音机收听啊。等等呢，可能呢目前呢就会听不到，不过没关系，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这个 iHeartRadio 或者是936中华网啊，来继续的收听咱们全天候的这个节目。到了下午5点过后呢，一切就恢复正常的。那么有时候他们如果星期五嘛，可能就是尽快的完工啊，可以去喝杯啤酒啊。那么所以说也有可能会更早的时间呢可以恢复的啊。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包涵啊，一年呢总有那么一次的这种分阶段的进行维护的工作，给大家造成的不便非常抱歉。那就赶紧下载我们其他的一些收听的应用程序，相信不会影响到您的。是的，好，我们的电话是0957-12936，短信平台0212010998。那么接着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呢，是这个即将要离职的这个 Spark， 也就是前 Telecom 啊，现在是 Spark 的这一个 CEO。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呢，这位 CEO 呢对这个 5G 发展方面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不过呢你看6875的朋友马上就说发射塔又坏的话，没有坏啊，而是要进行维护。其实我们不断的在节目里面呢提醒大家。那么不过6875的朋友他是他是发表了这个观点，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不知道他估计这个时候呢他能不能够听得到。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工党推行低纽币的策略，利于出口，利于提高就业率，物价比较高。国家党推行高纽币策略，不利于出口，失业率高，物价比较高。你喜欢有足够的工作呢，但是要承受比较高的物价呢，还是享受较低物价而工作不稳定，时常担心被解雇呢？他说呢，国家党推行高纽币这策略，不利出口啊，失业率高。 OK， 好。那么在这里呢，六八七，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到。不过呢，我告诉你，一个国家的这个货币，至少纽西兰的货币的走高或者走低呢，并不是政府所决定的，决定的啊，也不是政府的这个他们所推行的政策里面呢，来影响纽币的高低起伏。如果比较严格来说呢，可以说是纽西兰的央行啊，纽西兰央行呢，他们会定期的发布他们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不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比方讲说到底是要减息或者是加息 OCR 等等，有可能会影响到纽元的走势。不过呢，纽西兰的货币呢是自由兑换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呢是由市场来决定。对，市场是根据什么样的决定呢？当然是根据呢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数据，或者是根据整个外围的一些影响，其中呢包括了美元或者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都会影响到纽元的走势。这不是纽西兰无论是国家党政府或者是工党政府呢所能够介入的，除非某种情况之下，比方说在曾经在这个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或者是在2008年的这个金融海啸，那么那个时候呢出现这种大的震荡的时候呢，有可能一个国家的政府会介入干涉货币，那所做的只能是货币宽松低利率。 Exactly， 其他就是说通过干涉的方式，比方讲说印钞票，或者是政府呢强行的动用他的储备金买入啊，或者是发放这个债券等等，有数个方式来应对一些呢特殊的情况，这是有可能政府会介入的。不过一般的情况呢，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是自由流通，自由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话呢，不是政府的这个政策来决定的啊。
储备银行会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过现在呢，有时候往往呢，我们感觉上也不一定啊，也不完全，因为纽西兰的毕竟呢，纽西兰这个国家呢，就算是政府呢，真的是要干涉的话呢，能力也非常的小，政府呢有多少的这个储备金能够干涉啊？是干涉动不了，动不了。OK， 好。那么在这里啊，回应一下手机尾号6875的朋友。那么我们的电话账号是为您开启的0957129936，短信平台0212000998。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则新闻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Spark 的这一个 CEO Simon Motor 啊，即将要结束他的任期了。嗯，是。那么他在结束任期之前，他发表了讲话。他在离开之前呢，他说他有一个心愿，嗯，希望政府能够重新考虑允许华为帮助纽西兰发展我们的5G 啊科技。嗯，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呢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么 SPAR 呢他是必须要申请的，向政府申请这个允许的，获得政府的批准，就是要跟华为共同合作在纽西兰发展 5G。 纽西兰的 3G 4G 呢都是由华为呢协助发展的，那么到了 5G， 那么 SPAR 呢也认为啊，可能在我是这么相信的啊，你作为 SPAR 的这个 CEO， 而且他任职 CEO 呢已经是七年的时间了，嗯，他当然他旗下有各个部门的这些专业人士会进行评估，当然在评估完了之后发现这个性价比可能华为真的是最占有优势，所以说呢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不是从国家的利益，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说选择华为，可是程序方面是必须要得到国家的这个同意。 GCSB 反对啊，认为呢在较早之前认为华为呢是会影响到啊这个纽西兰的这个国家安全度。政府最初呢立场还算是蛮坚定的啊，一方面是为了可能是美国方面的一些压力吧，再有呢就是也比较相信这个 GCSB 所说的，所以呢最初呢基本上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呢都是排除了华为，排除了华为，排除了华为，哎，可是后来呢看到一些西方的国家，比方讲说英国德国等等呢开始进一步的研究，甚至是有一点点放松了口吻啊，放松了口气等等，那么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啊，政府开始有一点点动摇了，包括了刚才这位朋友也说的，就是说到这个总理准新纳登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也表示说啊，这个决定呢不是由政府做出来的，是由 GCSB 所做的，其实 GCSB 也是政府的部门之一了，拜托 OK， 担心就担心啊，要等待进一步的探讨得出一个最终的结果也可以，站在国家的利益来说，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完全是取决于整个国际的社会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可以顺势而为的做一些决定。是，所以 Spark 这位即将离任的首席执行官呢，他说的是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政府的情报机构重新考虑可不可以解除对华为的禁令。嗯，那么他是在今年4月份宣布自己即将离任的，在这个岗位上做了7年，应该还是蛮久的，因为之前不是说通常的 CEO 国际标准是4年多的平均时间嘛。嗯，那么在这7年当中呢，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新西兰有史规模最大的一个品牌的重组，然后这个电讯公司以前叫什么？现在是 Telecom 啊 ，Telecom，嗯。所以这个也是对他来说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曾经的工作。是，之前的在这个 Simon Motor 之前。曾经是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 CEO， 嗯，他个子非常的高，我一下子想不起他的名字，所以你刚才想名字啊？对，我在想他的名字，我这是一时想不起来，我也不方便现在上电脑查啊。有些朋友如果还记得的话呢，他是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位 CEO， 而且当时候呢，曾经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影响到整个 Spark 的整个 Telecom 的这个网络的。而且很多的这些通讯呢都断了，当时呢 Telecom 被人骂得要死，嗯，被人骂得要死啊。那么后来换了这一个Simon Motor，Simon Motor 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有关他的一些新闻，不过呢在近期呢 ，Spark 呢确实是做了一些很大的一些变动，其中包括了成立这一个线上能够观看这些体育赛事的啊，这个我们叫做
Sparksport 体育流量平台、嗯、那么而且呢也会跟这个 TVNC 合作等等呢、啊。那么这一个 Sparksport 的推出呢也对这个 Sky TV 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威胁啊、嗯、好，那么这个 Simon Motor 呢他就这么说，因为他要即将要离职嘛啊，他就有媒体就问到他，就是说你退下来的时候你打算怎么样呢，未来的生活怎么样呢，会不会到另外一家公司呢去担任啊一个高薪的一个主管的那么一个职务呢，他就表示说，他说现在还没有决定，不过有一点，他说 Retirement was not yet an option， 他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退休的阶段，而且他说我不知道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有什么事情是不做的不会从政，他说绝对不会从政。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不是说给了 Air New Zealand 的那一个 Christopher Luxon 听的、嗯、你知道吗，是都是大企业大公司的主管、嗯、啊。他说呢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可是我有一些事情我非常清楚我是不会去干的，其中就是从政。嗯啊，那么OK， 挺有意思的啊。那么到底这个华为这件事情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呢，严格来说呢还没有定下一个最终的结论，是因为毕竟纽西兰未来 5G 的发展现在还没有选或者是跟另外一家公司签订合约，嗯，直到那一个时候出现我们才可以知道呢这个纽西兰这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放弃华为。我估计还要研讨了，因为在较早之前呢 Spark 跟华为呢政府表示说他不会直接的跟华为进行交涉，对，他只会跟 Spark、嗯、OK， 因为华为呢是 Spark 的供应商，那么政府呢只会跟 Spark， 而且呢政府呢希望 Spark 呢能够重新检讨一下他的这个安全度，可是华为呢一直以来都希望纽西兰政府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你们到底担心的是什么，对，可以去做调整啊，或者你去证明自己是不存在这种安全方面的隐患威胁的。对 啊， 对啊，那么我们当然在国际方面也时时听到这类的新闻，就是说不单只是纽西兰，很多的国家对于华为啊这个戒备之心很高，可是一直又没有办法确切的提出一些实质的证据啊，尤其是我们看到美国啊威胁国家安全，威胁国家安全有后门啊等这个那个、嗯、我们听到很多，可是证据一直没有看到实际的政治。如果说像是中美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然后这个贸易战能够结束，然后关税什么的都谈好的话，会不会这个事情就自然可以过去？我觉得没有那么的顺风顺水了啊，这个中间的这个折腾波折呢肯定还是会挺多的。因为在今天稍后时间呢窦荣会跟大家分享的一则新闻，其中呢包括了怎么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那么在星期四呢是先后抵达日本的大阪，准备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那么有白宫的消息指出，中美元首会在星期六的上午会晤。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就引述了中方的消息人员指出呢，习近平计划就解决贸易战向特朗普提出多项的条件啊，听清楚了，是习近平提出条件，不是是中国提出条件，不是美国提出条件啊。那么包括了美国取消对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禁令，取消对华的惩罚性的关税。那么当然这是来自于华盛顿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到底是不是它里面的这个靠谱不靠谱呢，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感觉上说一点点啊，不说太多，说感觉上近期我们如果接触听到的消息，似乎特朗普希望能够在这一次会晤之中，双方其实都不会预计在这么短暂的会晤当中呢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不过至少能够呢不要再用试探的方式，而是非常清楚的摆出这个姿势，我们还要不要谈下去，我们是不是最终的目的终极目标是要妥是要能够谈妥，而不是各自坚持自己所坚持的再继续的斗下去。如果这一方面能够厘清的话呢，接着下来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嗯，如果连这一方面的意愿都没有的话，或者是不愿意共同发表声明，这一点呢一般来说呢很多的媒体都会关注一点，就是两个重量级的国家的这个元首在会晤之后有没有一起出来联合声明，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连这一点也不愿意做，各自说各自的话，或者是一些非常含糊的交代，就是说呢双方的代表呢会在未来呢继续呢
针对这方面呢继续呢努力等等呢，那么我估计呢市场就会感到会比较的担忧了。OK， 好，那么这一则新闻说完了啊，这有关这个 Spark 的这个 CEO， 他希望政府能够重新再度的考虑华为。时间来到早上的9:26，我们的电话专是为您开启的0957-12293的短信平台0212010998。好，那么在接着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新闻呢，其实都是跟不同的调查有关系的。是，跟大家说一些好的吧。好，这就是一项国际调查，调查了多少个国家呢？纽西兰排名在第11位。你是说声誉方面的调查？声誉调查啊 ，reputation 啊，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名声。声誉方面，这是来自于国际的一项调查，每5年才进行一次。这一个调查呢，是叫做 Future Brand Country Index， 啊，未来品牌一个国家的品牌的那么一个指标调查，简称为 FCI， 我们把这个新闻的视频打出来，让大家来看一看。对，在这个最新的全球排名当中啊，新西兰的这个国际声誉是排在第11位。那么新闻当中说啊，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福利预算案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所以是我们的排名看起来目前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 FCI 叫做未来品牌的国家指标，基本上是基于这个个人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这种目标和体验来进行排行的。比如说是这个商业方面的潜力，价值体系、旅游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是，那么在这一次呢，这一个排名第11位跟5年前的同类的调查呢是一模一样的排名，排名方面没有改变，排在第11位，也算是蛮高的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ranking 啊。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纽西兰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很多的不同的一些国际的排行榜上呢，很多时候呢包括着什么幸福指数啊，包括了这个安全指数啊，包括了这个廉洁指数啊等等的，纽西兰排名都算是这个蛮高的啊。对，还有呢就是纽西兰一些城市呢都是在这个最适宜居住的这个排名。那个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想知道这个国际声誉最好的国家是哪儿，对不对？我们排在第11，那前10位有谁呢？我们把前5名和大家说一下啊。保持在第1名，5年前和现在都是第一的呢，是亚洲的日本。然后前5名的其他国家呢，基本上都是这个欧洲国家、北欧国家组成的，像是第2名挪威，第3是瑞士，第4是瑞典，第5是芬兰。然后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排名呢，都比5年之前有所下降，一个是下降了，分别下滑了7位，到了第15位和第19位。也就是说，澳洲和英国比我们还是都要差一些的。澳洲第15，英国第19，咱们纽西兰排在第11位，也算是不错了。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些排名最后的那几个国家，分别就是伊拉克、伊朗啊，阿富汗啊，这我们看孟加拉等等啊，这些国家我们就不去多说了。不过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指标排名之中呢，其中呢还有一点特别的提到。就是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我们在上个月所看到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在这个排名当中有提到了，那纽西兰这个政府用放弃了以往 GDP 啊，就是只是根据国民生产总值来制定财政预算案，而是现在呢新的财政预算案根据更多的指标，而且这些指标呢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提升老百姓的这个幸福指数。来制定的这么一个财政预算案呢，其实呢是让纽西兰呢赢得了不少的分的。是，而且他还说到了一点啊，说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是具有前瞻性的，不单单是为新西兰的这个国民的福祉考虑，而且未来也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游客，还有其他的一些公民等等。是，好，我们线上有朋友在等待之中，把他给请进来。喂，早上好，你好，欢迎您。好，安德鲁。哎，早上好，大侠。大侠报道。忍不住还是进来吸几口大麻。哎，等一下，还能，你是通过电视收看收听呢，还是通过手机呢？我知道你们现在这个收播有问题，当然是电视啦。OK， 谈一下，内阁小改组也已经完成了。国家党身为反对党，也稍微有一点批评，也讲一讲话，我想这样大概过了。往后的1-2个月应该是比较成平的时期，除了地方选举推出一些候选人。可能会动一下，不过一般人民的生活大概不太受影响，就看看在差不多2个月以后民调来看看人民的反应啊。所以现在大家过自己的日子，
倒是今天谈的，我们谈谈转型一点的，谈谈2025无烟，无烟的环境啊，就是所谓的 smoke free Aotearoa 2025。对，安德鲁，你有没有知道差不多了解这个目标是要达到什么？我稍微假设以我了解的啊，我先了解，第一个要防止青少年接触到吸烟的环境，避免他们视觉接受那种行销的干扰，第二个降低香烟的来源，第三个帮助戒烟，总目标是希望把现在我们的成人吸烟人口降低到5%，目前是多少呢？目前成人的吸烟的人口是16%，每天都吸烟的人是13%，所以你算是13%还是16%？那13%，你是13%，目前大概一天几包？没有啦，别问我这些，给我留点点。两个半钟头主持时间，你要去抽一下。No， 从来不会，从来不会。Okay, 那你很好，那我要告诉你的是怎样呢？我一辈子，做错最悔恨的事情就是我在18岁的时候，我学会抽烟。我所有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是我在38岁的时候戒烟。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互相大侠，我问你一件事情啊，吸烟的朋友，稍微参考一下。大侠，我问你一件事情啊，我们能不能去探讨一件事情？我就刚才在听你在说到2025年的这个无烟国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让我想起了，那么明年的这个大娱乐性大麻非刑事化的这个公投如果过的话怎么办呢？那个和吸烟没关系。怎么会没关系啊？怎么会没关系啊？我是觉得大麻合法化的目的不是在。基本上它对肺部，我们假设基本讲对肺还没有影响，对空气有影响，对人性有影响，但是大麻合法化最大的是把地下的东西把它拿来地上管理。No， 因为为什么呢？在那边猖獗，因为在较早之前呢，我们也看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加拿大嘛，加拿大在较早之前他们是通过的嘛，通过了立法，他们没有公投，他们直接就是在国里面通过了嘛，就是非娱乐性的非刑事化就通过了。那么我所看到的报告就是吸食大麻的人数激增呢、因为一种什么一种，那怎么办呢？吸引力。那么2025年吸烟的人少了，可是抽大麻的人多了，那怎么办？对，但是到后来又会再平衡一下，吸烟的归吸烟，会抽大麻的就是一个怎么讲？就像年轻人开始，我18岁会抽烟也是那时候的那种感觉，时髦，人家抽试看看。但是后来会不抽，是透过理智性的思考才戒烟，所以会有开始会有一些这样情况。但是现在就是我说，除了大麻所谓合法化，把地下的变成地上的来监控以外，也可以把那些未成年人，像未成年偷偷抽的太多了，将来未成年的你就不能抽，很多的那个可以去配套的，所以是反而比较明的去管。那开始会有一阵子可能会受影响。渐渐的就不会那我稍微提供一下，还是戒烟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对大家参考一下吧。我觉得戒烟有几个方法第一个，首先你真的有心戒烟的话，把所有的烟具丢到垃圾桶，不管了，然后也要对外宣布，比如纽西兰就像窦荣讲说，安德鲁从明天开始不抽烟了，所有的人都讲，他们将也会帮你提醒。第二个，你不要和你的烟友在一起。第三个。要做一个自我奖励，你喜欢去玩，你一个星期不抽烟就去一个地方玩一玩，休息一下，给自己一个好好奖励。那最好的戒烟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感冒喉咙痛的时候，喉咙痛抽烟很辛苦，趁着那个时候2-3天，假设熬过去了，再后来就比较容易。平常的时候怎样呢？吃完了东西赶快去漱口，刷个牙，再用漱口水漱一漱，你就那种烟瘾的感觉基本上就没有了。Okay. 目前医学的记录是，你只要戒烟，戒过10年以后，你就是和一般人一样一个新的肺。所以值得尝试的，我已经熬过了10年。好，我觉得很好，非常感谢大家您一片的热心，感谢您就是说给予我们那么多的一些意见，有关这个抽烟方面的，感谢啊，感谢您。好，那么先把这个线给收下来了。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呢，也不用那么麻烦，那么折腾。就是为什么呢？这个国家完全禁止
这个香烟的出售。当然你可以说啊，你可以有这个走私烟啊或者什么，严厉打击走私烟，将这个香烟把它当作像毒品一样，那么自然而然的吸的人就少。另外一个方式很简单，一包香烟2000块钱，就这么简单。我们看到呢，就是说纽西兰的这个吸烟人数呢是有出现减少，其中跟这个香烟的价格还是有关系的啊，会迫使更多的人会进行思考。那么当然也有人可能会通过黑市购买黑市香烟，可是更多的人可能会通过这个思考啊，认为是难以负担，减少这个量也不一定。那您这一套用在大麻上不是也一样可以啊？就不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要去禁止一样东西，而且有决定性的啊，有这个决心去禁止，认为这样东西对民众是不好的话，就基本上不是让它合法化，不是由政府来管控，而是完全全面的禁止，严厉打击黑市，提高这个刑罚。当然还是会有人铤而走险，可是毕竟呢，这一个我们会认为呢是会越来越少，是啊，不然的话你干嘛要禁枪呢？对不对？你干嘛你我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东西呢是蛮有矛盾的。对，这个和这个的方法处理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说枪啊，对老百姓不好，危害国家安全，你要把它这个半自动步行的这个枪给禁了，那么你为什么采取的做法不要像这个大麻一样呢？啊，你让它合法化，每支枪支进行注册，政府管控不就好了吗？连子弹都跟你管控下来了，对不对？你有枪没有子弹，你开什么？你没得开。那么你为什么枪械你就禁了，大麻呢你就让它去合法化呢？这个逻辑说得通吗？有时候往往想不明白这一点。我不知道正在收看或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谁能够给我解答这方面的这个疑惑啊？同样都是不好的东西，对不对？为什么一样东西呢就哦不一样？为什么呢？枪可以杀人的。如果真要是这么说，那也没话说啊。可是在过去那么多年，真正拿着枪这些军用的半自动步枪来杀人的就是一个，而数十万的这些持枪者们都没有去这么做。你总不能够为了一个人的行为而突然之间整个做法都不一样吧？这就是我不理解的地方。好，没关系啊，这世界上不理解的事情蛮多的啊。我们的电话是0957-22936，短信平台0212-0101998。 OK， 好。那么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纽西兰在这一个民生的这个国际民生的这个排行榜上呢排在第11位，也算是蛮好的。接着下来星期五了，跟大家说说另外一项调查，这项调查也是蛮有意思的。估计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发射塔的原因，所以说呢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啊真的是收听方面呢是受到了一点点的影响。不过没关系啊，那么因此呢在互动方面呢是比较的淡啊。好，这一个是说到的 Most Kiwis find good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home。 是好，我们线上有朋友把他给请进来。喂，早上好，你好，欢迎您。早上好。喂，你好。早上好，欢迎欢迎。你好你好，我想说一下这个大麻合法化这个问题啊。请说。我想说一下，就是说那个我个人认为哈，那个大麻合法化在新西兰它的这个角色可能就跟中国的卖淫嫖娼在中国的角色差不多啊。因为在中国呢卖淫嫖娼是违法的。是。对，但是呢你多次禁止，多次，但是还是有人在。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很古老的行业了。但是违法的呀。啊，是是是。对，但是你多次禁止，政府再怎么打压打击这个还是有。嗯是吧？你屡禁不止啊，应该是。怎么你要比方说东莞，你还是以前是以这个为产业的。是吧？啊，我觉得大麻应该在新西兰也是一样的。你多次禁止，但是还是私下还是会有吧？是，你要完全100%的杜绝那是不可能的。对对，但是倒不如就给你个投票。就是让大家来公投一下。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么个意思。那你看中国，它可能就是说，也有人大委员、也人大代表提过这个。意见就是卖淫嫖娼是合法的，但是提了很多年都没有通过。你知道在纽西兰为什么这一个纽西兰的在几年前，其实也不是很长远，
才通过了这个 prostitution law 啊，就是说这个卖淫合法化吗？性工作者，性工作者卖淫合法化，不清楚。对，那时候也就是为了要更好的规管，不想呢，在很多的这些从事性工作者的这些人士呢，就是在街上呢违法的进行他们的行业，也因为这样保护他们的权益，而且也要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呢、啊。所以说，纽西兰它其实不在很多年之前。就通过了，所以说这些妓院等等都是合法的、哦、很多，对，其实这样我觉得合法起来对他们也是一个对、这个、是一种保护、对他们也是保护，对这个大家也是个保护，嗯，起码说，就说政府起码说有一定的税收吧，要收 GST 的啊，对，了解，税收是吧？但是也对大家们健康有定期体检呐、啊，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OK， 好，谢谢。哎，那像这位朋友说的，性工作是合法，然后并没有出现都大量的人去从事这个行业或者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那大麻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不一样，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性工作者他们是供应商啊，抽大麻合法化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控制的是什么呢？当然也控制供应商，不过呢，吸食的人会不会多了？那么当然，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咱们星期五没关系，就是这么说，让这个从事性工作合法化，是不是表示说啊，咱们的顾客群就越来越多呢？当然，就像大麻没有吸过，尝试一下，那有可能没有体验过的也想去体验一下。所以为什么加拿大出来这个数据，就是人数增加了很多。对呀、可是人数增加很多，到底是不是有如大侠所说的是一个？短期的，然后又回短期的效应，对，让大家都慢慢的觉得这个只不过是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尝试一下，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不尝试了，就逐渐减少呢。不知道，我不知道。可是呢，我只知道一点，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过去的30年来纽西兰那么长的日子里面，这个国家花费了无数的资源，是希望呢教育民众们面对正确的面对这个喝酒的习惯。嗯，也付出了好多的家庭，也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包括了我们现在还在要面对的这些暴力事件，其中有一部分也跟酗酒有关系的。30年，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是不是在未来的30年，我们要投入更多来面对大麻方面的教育呢？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喂，早上好，你好，欢迎您。在未来的30年，早上好。哎，早上好。是节目吗？对对，是，早上好，你好。是，我就排队看看，讲两句吧。请说，请讲。喂，请说，请你把这个收音机给关掉，或者电视机给关掉，好不好？要不然的话会有延误。OK， 好。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哈，就是说现在这个大麻合法化哈，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个是因为台面上，因为某种原因，那我就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式。就是如果这样子都可以合法化的话，那小偷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们干脆小偷进不了，我们也让小偷开放，强盗也进不了，那强盗也开放。或者这么说吧，我就借用您所说的例子，你就直接说让冰毒变成合法化，是不是？是，所有的东西我明白的意思，因为你的喜欢变合法，你要喜欢不好的东西，你自己私下。如果一合法之后就变成是无法管制，就变成会扩散不好的东西，我们是防止扩散，明明知道它存在，可是我们要防止它扩散，可是你一立法之后呢，就变成没办法防止它扩散，可是它又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对不对？说小偷是不是也是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呢，如果我跟你现在就进行一个辩论的话呢，我会用这个方式来反驳你。是因为为什么呢？小偷强盗你是伤害到别人，伤害到别人的这个财产，吸食大麻是自己个人的行为，你不伤害别人，所以说中间还是有分别的。好，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100%完全相等的。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任何事情都是单独讨论，我也同意单独讨论。我请问你，为什么我要让我的社会风气变成如此的开放，可以吸毒抽大麻？如果今天你法律不开放，任何人都有个戒心在，抓到之后你法律怎么判，他总是不是好事，因为他没有办法鼓励你。可是如果你法律一通过的，任何
何的法律都代表一件什么事情，社会公行可以做的事情叫做法律，对不对？对，你大麻如果是合法化，就表示任何人都可以抽，原来不抽的人他可以去抽，原来不想抽的人因为环境的关系被影响到，你怎么会说跟我没有关系，是私人的关系呢？这个跟我有极大的关系，跟我的孩子有极大的关系。如果他是违法，我可以告诉他那是不准抽，因为那是违法，可是因为你现在合法了，我现在不能禁止他，所以他在学校可以抽的时候，我变成我不能禁止，怎么会不影响到我呢？如果你儿子抽大麻可以不可以，我请问你，如果你的儿子抽大麻上瘾了，请问你可不可以？中国的鸦片战争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怎么都快亡国了，你难道不知道？所以我大麻合法化我非常的赞成，为什么赞成？因为会害白人。为什么害白人会比较好？因为你当初害我们中国人。 OK 你这个99%啊，你所说的我都赞成。其实我持的这个观点跟你一样，我刚才所说的只不过是拿一个例子来跟你来进行辩论而已啊。那么我自己一向以来我都不认为呢，这个国家用根据绿党的这种政策呢，让这个大麻娱乐性大麻非刑事化呢，会对这个国家会有任何的一些好处，除了他们一厢情愿的认为会更好的管控这个大麻的这些吸食量啊，或者是供应等等之外，我一点都不认为有这方面的必要。好，那么感谢这位朋友的电话，基本上我们两个人的观点是一样的啊。好，理解。OK， 好，谢谢，那么谢谢您的电话。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8了，我们进一段商家好介绍，回来之后呢，再跟大家进行互动吧。好了，那么时间很快来到早上的9:53，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之有话慢慢说，电话是0957-12936，短信平台0212-010998。先跟大家分享一些短信吧，很多的朋友还是在问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发来短信。所以说呢，下一次我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会提早呢把它录成一个一个公告，那么在正常的时间播出来，让大家事先做一个准备，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就听不到，现在干着急，我想你听不到，我就算告诉你，你还是听不到。希望大家啊彼此的告知啊。那么到今天下午的5点会结束，应该是第二阶段会结束。OK， 我们来看看短信平台4842的朋友说，一手禁止吸烟，一手提倡大麻，这能说成不是悖论？新西兰怎么不出个哲学家、诡辩家呢？大侠，恭喜你填补了这项空白。说是刚才大侠的说法啊。0096说，希望以后给大侠限定发言时间不要超过1分钟。那哪够，一分钟不够了，一分钟太短了。5879的朋友说，最近听不到，什么原因？我们已经解释了啊。对，0691的朋友也说，两位主持人，你们最近也是到9点就听不到，好像关闸了一样。是我们再次声明，已经解释了好几遍了。不好意思啊，希望下个星期呢就一切恢复正常了，好不好？另外这个5855的朋友说，我觉得大麻合法化后续问题会很多，影响到教育产业，如果在新西兰合法吸食回到原基地，比如中国，可能会被强制的去戒毒。的确是。还有6850说，新西兰都要禁止香烟了，突然要把大麻合法化，不知政府何意，是嫌社会太稳定了吗？大麻一旦合法化，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还有6875说，政府也没有对大麻去刑事法案形成共识，所以才进行公投，所以大家可不必激动，公投是投反对票就好了，需要激动的时候是公投以后，万一大比例通过再激动不迟，也许过不了呢，现在激动岂不是亏了。话虽如此，可是中间还是要有一个 difference， 那是什么呢？那是因为这个大麻非娱乐性大麻非刑事化的这一个公投，是因为工党跟绿党筹组联合政府，得到绿党的这个支持、信心与支持的协议之一，所以说它是有一个政治背景的。OK， 那么这个政治背景就是说，工党要同意，在2020年之前进行这个公投，所以说他们只不过是履行他们之间的这个协议。那么当然，最终的结果由老百姓来做出。是。可是如果最初开始就没有这份公投的话呢，大家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新闻。好，我看到好像有位朋友就是说，政府这个禁烟或者是
这个大麻合法化，这都是在有新闻，有了新闻我们才有能够在每天早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把这份工作呢继续下去啊，没有新闻的话呢就没有我们啊，那那这也对，我觉得这样的新闻我没有特别开心不是，有时候我对这些新闻呢我还觉得是蛮好的，为什么呢？从一些有争议性的新闻当中，我们说的是纽西兰 OK、有争议性的新闻当中呢，大家可以启发一些不同的想法，一方面当然可以坚持自己的理念或者自己的观点，不过同时听听一些不同的声音，可能对改变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会有帮助的，不是吗？不是吗？当然看问题是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面的，当然但最重要就是一个字啊，就是理性去探讨，那就好了。 OK， 好，还有吗？还有9189的朋友说，大麻合法化一定是一件坏事，无论对家庭社会都是一个害人的事。 OK， 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7，剩下一分钟的时间，稍微呢，既然是把这个画面打出来跟大家说说有那么一回事啊，也不用特别的当真，那就是另外一项调查，这项调查呢是由叫做 The Survey of Working Life 啊，这一个 Survey of Working Life 呢是由劳工部门所统计出来的，这个就是要看看纽西兰的这些工薪阶层在工作与家庭的生活方面是不是都取得了平衡。是，那么出来的这结果呢还算是满意的啊，76%的表示说是能够达到工作与家庭平衡。对，他们是在去年的10月到12月开展这项调查的，主要就是了解所有工作的人工作的安排啊，就业的状况，工作满意度，还有生活平衡之间等等，基本上就是3/4新西兰的上班族对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感到是平衡的。那么如果按照不同的这个群体来分的话，差异不大，比如说75%的男性认为是满意平衡的，那么女性方面呢是77%，要稍高于男性一点点。那么单亲的家庭啊，跟这一个双亲的家庭也是差不多，大部分都认为啊能够取得平衡，当然也有少部分认为呢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比方讲说啊有这个15%啊22%等等呢，认为呢在工作方面的压力是特别的大。对，还有呢有15%呢认为呢就是每天呢带着非常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啊，那么因此呢没有办法取到平衡。不过也有差不多一半51%认为呢他们整体上呢他们的开工跟收工的这个时间呢还算是比较具有这个弹性。对，他们是这样子啊，就是认为自己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有弹性的人呢会对于工作生活的平衡度会更满意，也就是说上班的时间比较固定的人相对而言呢会有觉得工作压力大，没有那么满意度高。是，所以说呢在纽西兰我们不要埋怨进度缓慢，因为大家都在寻找一个平衡，生活工作家庭的一个平衡，好不好？好的，那么时间已经来到差不多接近早上10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以及参与。那么在接着下来的半个小时，除了国际新闻之外，窦荣还会跟大家分享什么呢？今天和大家说到一条是这个科技方面的新闻啊，说到这个未来会有女宇航员，我们不是现在一直在想如果地球有一天这个环境不好了或者人太多了，要移民到什么火星之类的吗？那么在火星的这个人口的繁殖繁衍的问题啊，我活不了火星宝宝，我看不到，我活不了那么长啊，我们来，如果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呢可以去啊，可以听听啊窦荣的怎么去跟大家解说。好的，那么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安全的周末，咱们下周一再见。好，我们一会儿回来。各位好，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0:10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晚安纽西兰》。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国际新闻的板块，我们首先来看看 G20 峰会啊，应该是说在本周末就要展开了，应该说引起了全球各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在这次峰会当中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有很多不同的分别的会晤，特别是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也是引起了大家的重视。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本次的会议是在大阪召开的，那么中日之间的关系也是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据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和安倍有一次会晤，会有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就来从这条新闻说起。首先看到的是抵达日本大阪准备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晤，双方呢达成了多项的共识。习近平与安倍认为，双方应当共同致力于构建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
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持续向前发展。双方同意保持密切的沟通，加强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对话，积极推动构建建设性双边的安全关系。两人也同意要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实现一个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除此之外呢，另外美国的白宫发言人也证实，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会在星期六的早上在大阪举行贸易会谈。再来看另一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周四先后抵达了大阪，准备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那美国白宫指出，中美的元首是在星期六上午进行会晤。华尔街日报引述了中方的消息，指出说习近平计划就解决贸易战已经向特朗普提出了多项的条件，包括向美国取消对中国的华为的禁令，还有要取消对于中国的惩罚性的关税，并且要放弃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的美方商品，中方才会重启谈判。这是来自于美方的说法啊。那么特朗普启程之前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表示，他赞同习近平的会晤，他称啊，同习近平的会晤有可能是会达成协议的，但如果不成事的话，他会对3500亿的美元的中国货品加征关税，但这个税率呢，有可能不是25%，有可能在10%左右。好，接下来再继续看另一条，特朗普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夕分别向日本和印度等多个盟友表达了不满。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啊，说批评与日本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指如果日本被攻击，那么美方会介入保护日本，以性命财产不惜一切的斗争，但如果是美国受到了袭击，那么日本是不会帮忙的，认为几乎全球所有的国家呢都是在大量的占美国的便宜。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则是回应说，美日的政府完全没有讨论过这样的一个修订条约，而且指双方的这个义务在两国之间其实是平衡的。还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当中也贴文说，印度多年以来一直向美国征收很高的关税，那么最近呢更是进一步的上调，认为这些关税必须是要撤除的，又只是希望印度的总理莫迪能够和他展开一番讨论。再来看看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问题，朝鲜督促韩国要停止在朝美关系之间做一个调解者。朝鲜的外务省发表声明表示，朝鲜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从来不需要韩国介入其中。朝鲜的外务省对于美国事务局长全正根表示，近期美国口头上议论和朝美之间展开对话，但是却没有制定一个符合双边利益的切实可行的方案，那么朝美对话是绝不会因此就自动开始的，要重启对话才行。美国方面呢，需要拿出一个正确的方法，限期是在今年的年底。还有呢，就是在澳洲当局正在厘清有关一名澳洲男子在朝鲜被捕的消息。澳洲和韩国的传媒都报道说，这名怀疑被捕的男子是29岁，来自于澳洲的 Perth。那么他目前正在平壤的金日成大学攻读朝鲜文学的硕士，并且会为到访的外国游客开办游览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团，目前不知道他可能被捕的一些具体的原因。再来看看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46亿美元拨款的法案，来专门应对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的危机问题。法案以84票赞成、8票反对通过的，拨款将会用于为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提供必要的保障，包括为被捕的非法移民提供住所和食物，以及照顾无人陪伴的儿童。总统特朗普对这一法案能够通过是表示欢迎的，他说这项是非常重要的人道主义的一个拨款法案，希望众议院也能够通过。那么众议院的议长民主党的波洛西就认为说，法案呢还是有一些需要做修改的地方，希望两院能够透过协商互相来进行妥协。好，再来关注一下加拿大和中国的这个肉类贸易方面的话题。中国目前已经暂停了进口加拿大所有的肉类，而且发现他们有这个使用伪造的兽医卫生证明。那加拿大的贸易部长卡尔表示说，不知道这些问题猪肉是不是真的是来自加拿大的，说可能有人想利用加拿大的品牌名义把这些猪肉运到中国，所以当局会认真的去调查这件事。
卡尔不认为这件事情是和加拿大方面拘捕了华为的副董事长孟晚舟有什么关系。他强调，这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没有人希望会加剧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农业部长比伯则表示，正在调查问题猪肉的一些来源，无论是中国还是加拿大，都希望尽快的查明真相，重启供应。还有呢，就是加拿大的农业厅也表示，已经联络包括像是在日本在内的其他的亚洲市场，都没有发现加拿大猪肉的这个兽医卫生证明证书有什么样的其他问题。好，我们最后再把目光转到欧洲来看一下。首先来看看巴黎圣母院。法国巴黎的检察院指出，经过大概有两个月的调查之后呢，目前现在已经初步排除说圣母院两个月之前的火灾是人为纵火的一个可能性。声明指出，初步调查涉及的文件超过了1100页，调查人员听取了近100名证人的证供，推测这个火灾的起因包括有像电力系统故障或者是没有熄灭的烟蒂等等引起的。那么下一步呢，他们将会启动专业人士参与到深入调查，检察机构也会进一步的调查相关责任人是否有玩忽职守的情况。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的天气吧。大家知道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时间里，欧洲是非常酷热的。那我们来看看西班牙。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呢，发生了20年以来最严重的山火，目前有数以百计的消防员都是在当地进行扑救的工作。西班牙政府相信欧洲的近期酷热的天气是触发山火的原因，那么估计加泰地区的4000公顷林木已经被山火波及，不排除受影响地区会迅速的增至到4万公顷。那么预计西班牙东部以及中部的11个省的气温在未来也还是会持续的升高，有可能升到40度以上，而东北部有可能会达到45度的高温。除此之外呢，德国、波兰还有捷克等地都是正在经历历史以来最严酷的一个六月。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今天国际新闻的部分内容，我们稍后再继续回来。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纽亚国际旅行社的一条服务信息。纽亚国际旅行社为您提供网上订票、订门点的这些服务，价格特别的优惠。那他们的网址呢是www.you.co.nz。另外，他们还提供世界各地的机票订购以及澳新跨海段的包机服务。电话是0800-999-166，0800-999-166。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是我爱纽西兰周五的最后一段时间了，我们和大家说的一个比较科技然后又有点科幻色彩的话题。其实关于科幻的电影相信大家都看过很多了，我们在看那些科幻电影的时候都会觉得充满着那种未来感，不可想象的感觉，什么未来有一天地球可能会灭亡啊，或者说是人口太多啊，太热啊，地球环境不适于生活啊。除了可以拯救这个地球之外呢，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我们要移民。移民到哪儿呢？移民到这个火星上面去，移民到其他的星球当中去繁衍生息，扩展人类的基因库。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未来有某一天人类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将这个人类的这个后代精子运送到其他的星球，然后在这儿创造出所谓的太空婴儿，好像现在想起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告诉您的是，未来它的一个一个难题目前也是在持续的攻克当中的。今天是28号，在3天之前25号，欧洲奥地利的维也纳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是人类生殖和胚胎的学会。那么在国际的这个研究机构呢，他们就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就是希望能够扫平未来人们在天机繁殖的这个道路上有可能出现的障碍。比如说他们认为的障碍是什么呢？冷冻的精子样本在暴露在与天空当中的这种太空当中的这种微重力环境比较类似的环境之下，是不是还能够保持活力？那么这项研究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说这个揭示人类繁殖在太空其实有一些困难的，比如说在太空当中进行性行为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还有呢，宇宙当中的辐射对于发育中的胚胎呢，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的威胁。
所以现在他们就希望通过体外受精的方式，或者是带着这样冷冻的精子，然后由专门的女宇航员把他们带到太空当中去，创造未来的太空婴儿，直到有一天真的完成了在太空的人工繁殖，然后征服地球以外的假想的未来可以有的殖民地。当然现在说这些话似乎是为时过早，可是真的也是目前有很多的这种太空的专家正在进行研究的一个事情。因为以前的研究啊，说的是这样的，说人体的这个细胞结构和功能在那种低重力的环境当中是被破坏的，也就是说太空的那种环境是没有办法去进行繁殖和生存的，所以测试生殖细胞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怎么样去发育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科学家们就进行了各种各样基于动物的模型还有人体的其他组织细胞的一些研究之后，就发现啊，未来当然是这个环境有限啊，他们所能知道的还是不一样的，即便是模拟了太空的环境当中得出来的数据也都不一定。那他们做的这个试验有什么样呢？就是有专门的研究人员，他们要了解这种在微重力之下会不会影响到精子的这种存活率和他们的活力度。那么他们专门找了10个健康志愿者的这个精子样本，然后使用地球上的一些生育治疗当中常用的技术把他们冷冻了，然后呢把这些样本啊专门的绑在一架那种双座特技的飞机上，然后飞行员呢就开着这样的飞机进行大约20次的这种抛物线的机动，然后就暴露在一个类似于太空的微重力2到3倍于地球重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感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后来发现呢，进行了这些操作之后呢，像精子的浓度啊、运动能力啊、活力啊、形态啊、 DNA 的碎片啊都会有一些变化，但都没有大到完全不能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近期啊，在这个人类生殖和胚胎的研究当中呢，就说未来其实可以考虑会将这样子的一些精子运送到太空，然后在地球以外的地方建立人类的精子库。这是今年最新的，其实也算不上是最新的，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曾经在欧洲有这样的一些机构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他们的想法呢，就是把相关的一些孕妇的人员呢运到太空当中完成太空的分娩，因为害怕是这其中还是有辐射呀，一些微重力的情况下生产当中的一些过程比较难，然后希望在可以做到的情况之下呢完成第一个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分娩。然后呢，当然这样的一个选择出来的孕妇要求是特别高的，也要进行一些训练，模拟太空环境啊、适应性啊等等，甚至是太空飞行要匹配的时间和最后分娩的时间都要恰到好处。甚至他们还给这样的一个行动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是什么摇篮使命，未来的一个计划。当然这个计划目前只是在计划当中，还只是一个计划，未来有可能在2021年之后达成，看看能不能真的去做到，然后真的把它送到这样的轨道之上顺利的生产。好吧，因为在周五嘛，我们就讲一个最新的高科技的，然后又让人觉得稍微有点科幻的一个话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也能够移民到火星或者是其他的星球去生存呢？挺有意思的。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